阿拉西林波嘞，然后撤回。年糕呢，我家里也常常弄，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，所以如果能在宁波这里吃到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之前说你爱想吃宁波年糕，那这就对，送来2箱宁波年糕，正宗的宁波慈城年糕。慈城，对，慈城年糕，嗯。是第一次来，因为我的爷爷那边就是宁波人，所以我来到这里就比较兴奋。